不让你放羊吗？羊你也别到我粮上溜一溜啊！溜什么溜啊你啊！人家乡里面说了多少次了，说不让放羊，我这庄村长的说的话你也不听啊？上古人留下的是圈猪，没留下圈羊。你别总上古上古的，现在不是上古，是如今。哎，干不成，干不成嘞！ 刚才啊，文亮来过，你没在。别抽了，快吃吧。趁着今晚月亮好，吃完饭咱们再去背趟草。 背个草咋连夜背啊？不连夜背啊，明天就让抢完了。抢就抢，你个草有什么好抢的？咱家的草又不是不够喂的，干啥那么贪心？那可是河源最好的草，这如今啊，到处都是圈羊，好草啊都涨价了。 文亮来说啥？文亮说啊，就这几天，
钟乡长要亲自带队上咱这儿来。什么愣啊，葛兰？啊，我想上二爹那看看，你自己去吧。你看二爹这人一根筋，他的羊要真让人抓着了，那不还是我的麻烦吗？二叔子来伺弄羊呢，你说就怪了哈，咱村这么多养羊户啊，就咱二叔养羊分三六九等，这老羊小羊吃一种草，大羊吃一种草，你说这一点都不奇怪。我二爹这人啊，这辈子没儿没女的，这些羊都是他的命根子。文亮，哎，上面让咱们进牧，那是为咱们着想，你看着没有？如果再不进牧的话，这块地马上就会沙化。可是老百姓不接受、不理解，那也是正常的。这羊世世代代都是放养的，你突然让它圈养，又弄草又弄料的，谁愿意啊？二爹，二爹，三，你这把羊喂饱了，你吃了没有啊？没呢。那我让你侄媳妇给你弄点来吧。哎，我帮你喂羊。三儿，三儿，三儿，这不行啊！这是你羊羔子的，这不行。来，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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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哎呀，子来，子来，你这孩子，你，鸭子，鸭子，你看，子来，子来，子来，你倒线路了，子来，子来，快点，哎。二爹那羊啊，在山上放惯了，他这领不领一圈起来，他吃不惯玉米秸。咱家草又多，大不了我多打几回。
二叔，喝碗水。哎，哎呀，这时间真不抗混啊！一转眼，我二爹都快成老头了，头发都快掉光了。年轻那会儿啊，就跟你现在这样。我那时候小，不爱上学，整天啊满山遍野的跑，就爱上山看着放羊，愿意骑他那个小羊。他不舍得让我骑他羊，他让我骑他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得喊他爹。我说我有爹呀、啊，他说那你就喊我二爹。我说好，我就撅着屁股使劲喊，二爹。啊，啥事儿？没事儿。啊，今儿在梁上，哎。他一直跟着我，我走哪他跟到哪，我走多快他跟到多快，扑腾扑腾的小蹄子就跟那娃似的，就是不能跟他提羊，一提羊就没完没了的说。哎，哎，二叔，二叔，你这是又去放羊？我说你又去放羊啊！你的羊昨晚不都吃饱了吗？吃饱了也得溜一溜，山坳上跑光了吧？哎，对，应该溜溜，应该溜溜。羊倌，快走吧！上古人留下卷轴，没留下卷羊。走。这个愿望包了你少误会，少误会，就要会在梦里不跑场也跳多圈。嘿，镇长唱的怪好听的嘛，冲个屁呀、啊！镇长，你这放羊不吼两声闷得慌。哪个让你放羊了？我在村里的会上怎么说的？你说，要是谁家的羊逮住，全部杀了。记性挺好嘛。我今天就杀给你们看！哎，村长，村长，你别抓我的羊！村长，行了行了，村长，村长错了，我们这儿把羊赶回去。我说杀就杀！村长，村长，杀！要杀就都杀！龙老汉的羊也在西湾呢。就是。年轻轻的后生跟一个龙老头比，你要脸不要脸呢你？都是一样的羊，都跟你比上的草，为啥龙老汉就能搞得出呢？为啥他就能放？
滚就滚。王村长他二爹，那王村长能把他咋办了？我看王村长呢，就是跟我们作对，就是。粮食都吃得好好的，你干啥来着？你打羊？你打羊你？你打羊？你打羊你？你打羊你？你打打羊？二弟，你先在这歇着，我把羊赶回去。你要是病了，我马上带你去医院。
疼一点了，我给你擦擦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忍着点吧，这能不疼吗？这进木啊，都快进出人命来了。你也是，你跟。 小红旗没有啊？得了，得了两面了，是不？好，妈妈给你做几个好吃的，好好给你解解馋啊！回家。哎，袋子里那什么东西啊？草籽儿。草籽儿哪来的？买的。买的？你哪来的钱买的？学费过两天交呗。这草籽儿碰上一回不容易。 澳大利亚的撒上就活呀！红红回来了吧？哦。
动动西凑的，给孩子弄点学费吧。他倒好，给我背了一袋草籽回来，那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啊？有他这样的吗？这手点不行啊，三儿，二爹，二爹，村长，村长，啊，乡里来信了，说明儿个警务大队要来咱村检查。爹。那咋闹呢？别人好说啊，我二爹怎么办？要不这样，今天晚上咱俩谁也不睡觉，过去也不让他睡觉，啊，让他明天困得放不成羊。成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回去睡一会儿啊。哎。二叔。你说这羊一胎能生几只呀？啥？一胎能生几只羊？两只，就两只。你还想让它生多少啊？那你说这羊怀孕是不是也跟咱人一样啊？嗯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怀你的时候啊是10个月，这羊啊是5个月啊。啊，那你说这羊要是跟……行了。你除了问羊，不会问别的啊？你问问他年轻的时候搞对象的事儿。啊，哎，二叔，你给我们讲讲你年轻时候搞过那对象，是不是长得特漂亮？听谁瞎说的？没的事儿。哎，二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当着后生不说实话。咋了？我都知道你年轻的时候搞过对象，有一个知青。喜欢你，你也喜欢他，后来人家返城了，让你跟着，你没去。你说你要是去了，现在不也是城里人啊？我要是去了，那羊谁管？哎，那羊是生产队的，又不是你自己的。哎呀，咱睡吧，睡吧。哎，别让他睡，别让他睡。哎，二叔。你再给我们讲讲呗。接着问他，接着问他亲没亲过那女的。啊，二叔，你跟那女的亲没亲过嘴？亲啥？亲嘴。
那时候连手都没摸过，问啥呢？这，该喂羊了。二弟，你甭动，快去给羊抓把草。亮子，别忘了哈，大羊喂那玉米秸，羔子喂草哈，别忘了。他知道。三儿，咱睡吧。行，睡，不能睡。二弟，咱爷俩有日子没像今天这么好好聊聊了。今天啊，咱爷俩好好聊聊，来，喝口水。羊了还是跳舞了？还睡呢，快起来，醒醒，醒醒，文亮，快起来呀！出事了，咋了？二爹他又去放羊了，这会儿正和乡上人纠缠呢，快点儿！你说你咋也睡了呢？这是啥也指不上。快点去！二爹这回啊，这是撞到枪口上了。文亮，哎，你放不放手啊？哎，说你呢，听见了没有？他耳朵聋，听不见。放手！二叔，刘队长。哎，刘队，你来了。我那天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哎，周爷，哎，让你人赶快离开这儿。你跟赖子这像什么话吗？搬都搬不走。二爹啊，二爹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你啊！你连乡干部的车你都拦着你啊！啊，赶紧起来，起来让人车走啊！刘队长，这老汉一根筋，这羊就是他命根子。你要是真把他的羊拉走啊，他没准真不让你们走。嘿，我今儿还真遇上个硬茬了呢。我老刘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就是专门把你这种硬茬的。哎，司机，招车，开过去。要是出了人命，我来顶账。哎，赵处长，压死我来顶账。哎，别，刘队长，千万别这样。这车真开呀！哎呀，光棍等吓唬他们。来，开车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啊，刘队长，是我工作没有做到家。要不你处分我，把羊放了，让他走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咱别慌。好，你既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你自己身上，那我就找你说话。我问你，你这个村长是怎么当的？啊？进步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认真的对待，啊？你得过且过，你怕得罪人，你和稀泥，啊？你还编造各种理由来欺骗领导干部？没有，真没有，没有。小伙子，哎，来把这两个羊放了，放了。咋回事？这龙老汉他没有这个觉悟，他不知道。那你呢？你们村进不了墓。那能怪群众啊！我看主要根源全在你这儿。是。这羊我给你放了，不过你得人得跟我走。
去哪儿啊？去乡里啊。我去乡里干什么？像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人，到乡里去见乡长，然后接受乡长对你的处分，知道吧？上车。刘队长，你看我要是走吧，这孙子就散架了，这些养羊户那个个都得上山放羊去，那不乱了套了吗？要依我看，我先别走，先把村子里呢安顿好了，到时候我再去乡里。队长，他说的有道理，他走了村子可就真放羊了，这金木也就成句空话。是，小五说的有道理。那好，你写一份深刻的检查，然后送到乡里去，好吧？哎，哎，这次这个进墓啊，我就拿你们村做典型。以后逮住就还就得杀。我问你，我说话你咋就不听呢？啊，我不让你放羊，我说了进墓，你为什么不听啊？你啊，在村里人面前，在乡干部面前丢手好看呢？我是村干部，你咋就不给我留点面子呢？你龙哥你不傻呀？我小时候那个学校哪儿去了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？那不是被沙子给埋了吗？弄得娃现在为了上学跑四五十公里的路。你不要小看这沙子，你要是再不进墓的话，这沙子就把你的家都给埋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倒是帮我想一想，这事儿怎么弄啊？我说了又不算，二爹啊，是你的二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这是什么话？我王三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二爹啊，到什么时候都是我的二爹。我从来忘不了我小的时候，有一种怪病，总是发烧不退，没二爹满山遍野的找草药，哎呀，把腿都给摔坏了。看来，我是想让二爹先到敬老院住两年，等回头咱再把他接回来，给他养老。这想法倒是挺好的，可是二爹他能愿意吗？哎呀，算了，不想了，睡觉吧。走吧。
院长，你看咱们这儿还有没有床位了？是真没办法，床位堵满了。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？哎呀，真的解决不了。谢谢啊。你这又烧锅炉又做饭啊，还挺忙啊。对，哎，我帮你砸吧，你忙你的。哎，哦，正好我还有点别的事干啊。这还有。哦，放那儿吧。看衣服脏的，跟铁锈片似的。哇，就是担心二爹他放不下他那群羊啊。你说这敬老院他能愿意去吗？那有什么不愿意的呀，让他去享福，又不让他蹲班房去了。哎呦，够了够了，这么多啊！这下烧火我可方便多了。来，那儿有水管，去洗洗洗。哎，谢谢。二哥，这敬老院的床位真满了。满是满了，听说一个老汉是县政府从街上捡来的，这不是这两天家来人了吗？这两天要接走吧？他啥时候接走啊？就这一两天吧。哎，二哥，能不能把你院长约出来，找个饭馆咱坐坐？那还不容易？哎，你们家也没老人了，你是不是想去敬老院了？对，我进来以后可以天天帮你砸煤。二叔，二叔。给你找了个好地方。啥？那地方天天都吃好吃的，还不用你做饭。去，你糊弄谁呢？二爹，你说你怎么就听不见啊？你怎么就听不进我的话呢？你说你，二爹，我小的时候就爱闻你这烟袋油的味儿。二爹，你还记得吧？我那时候一淘气，你就往我脸上喷烟，呛得我直咳嗽。村长，村长，走吧，就等你了。文亮，啊，我就不去了。
你去吧。怎么你不过去了？反正都是说好的事儿了嘛。成，那我先走了。二爹啊，您啊这一辈子都没出过门，这次啊去了那儿您就好好的享两天清福吧啊。哎呀，把我收拾这么利整干啥去啊？是送您去敬老院的。敬啥？敬老院啊。对，是三小子给您找的。我去那干啥去啊？这敬老院啊是，哎呀文亮，我嘴笨，还是你来说吧。哎呀，这敬老院呢就是政府给你们老人划块地，对，盖上洋房，让你们住洋房，吃好的喝好的，享福呢。是啊，那洋房啊可比你现在的土房子好得多，可宽敞呢。我羊呢？我羊咋办？哎呀，二爹，你啊就不用思慕你那羊了，政府连人都养活得起，还能亏得着你那羊啊？那我啥时候回来？你就放心吧，你想什么时候回来，咱们就什么时候回来啊。您不舒服，我就把您接回来。走，我走吧，二爹。回家，干啥不去了？不去了。
我再去帮你备捆草去。为啥不去了呢？你说你这人咋这么肉？送二叔去敬老院是让他去享福，又不让去遭罪去了，你有啥不落人？搁别人身上那是享福，搁我二爹身上那是要他的命。文亮，打明儿起啊，咱俩轮流上山守着啊，抓着放羊的，这回绝对不能手软，要不然让人说我穷炸了。我不让你放，你偏要放，这回好，放出事儿了吧？二爹，二爹，二爹，你怎么了？二爹，哎，二爹，你别吓唬我！二爹，你怎么了？二爹，来，躺这儿。哎呀！二爹，哎呀，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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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是我，我是丹儿啊。大夫咋样？要紧不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急口攻心，老人岁数大了，憋住一口气没上来。那咋办？是啊。缓一缓，叫一叫，别再让老人受刺激就可以了。哎，葛兰啊，就这样给二爹捋一捋，再叫一叫啊。我知道了。等一会儿回家煮点热汤送过来。好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啊，去去去。你干什么呢？我看一看。看看，条子呢？我看看羊还要条子。哎，
你不是到小政府交了罚款来改羊的吗？我还没交罚款，我就是看看我们村那两只羊在不在。哎，那不行不行不行，走走走走。大叔，你就让我那不行，我这个人我见得多了。前两天来两个人也是说看一看，结果呢白天看好地形，半夜把羊偷走了。小政府罚了我100块。那是他的不对，我可不是那样的人啊。大叔，来，你抽根烟。不抽不抽不抽。来，去去。那也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走吧。哎，大叔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看过去你有60了吧？啊。我们村那个龙老头啊，就养羊的，也这么大岁数，他一辈子可不容易了，没儿没女的，放了一辈子的羊，这羊就是他命根子，羊要是没了，那他死的心都有啊。哎，那也不行不行不行，你看，不行不行，你走吧。哎，你是哪个村的？我是山娃娃的，我是村长。安老好，你来吧。嗯，这就开了。就这只，哎，还有这只。好，那你去办手续吧。哎，大叔，你给我看好啊。啊。来赶羊就你一个人啊？啊，两只羊一个人还赶不过去啊？不，这除了你村干部，主人也得来。来那么多人干啥？他杨主任来交了罚款，还要上课，给他们培训。你们村干部还要领草籽了。交的罚款已经买成草籽交给你们个人了，签合同好好种草。哦，乡里领导考虑的就是周到，可是我们村这两只羊是特殊情况，那是龙老汉的。这个我做不了主，你得问问钟乡长。那钟乡长在不在啊？钟乡长现在在吧，开会呢正，他事儿挺多的，你得赶紧过去。哎，那我过去了。啊，我来领羊，罚款交了没有？罚款没交，领什么羊的？哦，不，这不是我的羊，这是我们村里龙老头的羊。你特殊情况？什么特殊情况？一进大门，进牧办，到那交了钱，领羊，好吧？这圈里面的羊有没有没交罚款就领走的？没有，一只也没有。有的人交不起罚款，把羊撒倒了卖了，又换成草籽儿。那可是不能杀，杀不得。小五兄弟，你知道钟乡长啥时候回来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他要回来也得是后半夜。我长大了也要放羊。瞎说你，给二爹学啥？给儿子学没出息。你呀，得好好的读书。哎，将来你以后是干大事的。哎，对了，今儿晚上跟爹妈睡墙，昨儿晚上你又尿了二爹一炕。不嘛，我就要和二爹睡。好，好，好，给二爹睡，给二爹睡，给二爹睡。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冻坏了吧？快坐，快坐。大晚上在那蹲着，可不是呗？我听说乡长明天要出远门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就在这一直等着。还没吃饭呢吧？吃了。没吃我这方便面呢？我真吃了。那快坐坐，温倒杯水。哎，不用客气了，暖和暖和。王三儿。你的情况啊，
我听说了，还真特殊。你那羊啊，就赶回去吧。哎呀，就说我说的，明天一大早你去找老张。啊，那真是太谢谢乡长了。你喝水，乡长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找个地方先住下。哎，别了，你看，这俩小时天亮了，今天晚上啊就在我这儿住，好吧？不不不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到我这儿就听我的。不，乡长，我这一身的土。哎呀。哎，我说啊，咱那羊啊也真成了精了，那么密实的沙柳墙也圈不住，跑好几回了。别说羊了，把你圈起来，你愿意啊？去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羊啊。哎，对了，万一哪天人们在家跑出去可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说好了啊，你可得看住了。咱当干部的不能张嘴光说人家。对了，女儿那学杂费啊我都凑齐了，你呀赶紧给送去吧，顺便啊再给孩子捎点吃的穿的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也不看看我哪有时间啊，整天这忙着，不管咋地咱也是村里的一把手。哟，就你啊还一把手呢。小猪啊，晚上我去找你。找我干嘛呀？放羊啊。晚上放羊啊？哎，你说这晚上放羊绝对没人发现，这倒是一好主意。我说你小子挺机灵的。我也是跟龙浪汉学的，这两天不见他出去放羊我就有点不相信，这龙浪汉也能把羊圈住。那天早上我去他家羊圈看羊，看那羊肚滚圆滚圆的，再看看院里有新鲜的羊粪，我顺着羊粪一路走，就到了这沙梁上，我就全明白了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
妈！妈！妈！村长来了，走走走。沙洼洼的村民们，我是王三儿，向大家通报个事儿。金木工作开展以来啊，我们村有48户养羊户，
大多数表现得不错，把羊都圈起来了。可是还有极个别的人顶风向，你白天不让他放，他晚上给你放。哎，你听，他们学习铁梁村长又开始穷炸，抓着羊就杀。我们都听多了，谁相信啊？他真要杀，也得先把龙王汉的羊杀了。是啊，人已经上山了，我看他也不敢。今天不管是谁家的羊，只要抓回来，咱们就杀。所以我现在通知大家，到村委会吃肉。好了。咱家那羊怎么全都没了呢？羊没了。嗯，回去看看吧。哎，去找找啊！你怎么不着急呀？二叔，二叔，二叔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没听见广播？杀羊了，吃肉，白吃！快走走走走！这是真要杀了，又咋唬老百姓，谁相信啊？小声点，看着了。村长，差不多了，开始吧。今天把大伙儿召集来啊，没别的，就是吃肉。但是在吃肉之前，我说上两句。我当上这个村长啊，也有两个年头了。大伙儿在背地里叫我王炸虎，叫得好。过去我就想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咋呼咋呼就行了。可是进墓的事儿，那不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啊，那不是小事儿，不能咋呼。咱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利益，光想着眼前的这点利益，自己想干啥就干啥，那能行吗？不行。30岁往上的人，你们想一想，咱们小时候那是什么样？那天是蓝的，地是绿的。你们再看看现在，这天是灰的，地是黄的。今天我要杀羊，我不管是谁家的羊，就是皇上他二大爷的羊，我也杀。文亮，哎，把今天早上从山梁子上抓的羊拉出来。好，走，把火烧得旺旺的。大哥。刀磨得快一点啊！我说，这羊不能杀。你来干什么？赶紧回去。那可是咱家的羊啊！我让你回去就回去，哪那么啰嗦？真的不能杀！回去。我当不能杀，这是我的羊。你起不起来？起来。你干什么？
还反了你了呢，还村长，村长，村长，算了，村长，起来，放开他，嫂子，你还是人吗？你还是人吗？好了，你杀我的羊，你先把我杀了。自从你当上这破村长以后，每天心里想的都是进步。我背后来的草，你给我背出去；我给孩子送的学费，你把它换成了草籽儿。当村长就了不起吗？当村长就不管老婆孩子的死活？当村长就不吃不喝不过日子了？家里就这么几只羊，我指望不上你，我还能指望他们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呢。孩子，你把羊杀了，孩子拿什么上学啊？啊！再说，别人家的羊天天都拉出去放，我的羊不就跑了这么一次吗？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啊！不能杀我的羊。走了，都回家，快点走。我说穷大户你都不相信。Come on.